一，我有嘢宣布，10月16、10月17將會有我嘅 Part Two 音樂會，伍仲衡再搞花神音樂會。而喺聽日7月30日嘅中午12:00咧，就會喺 Alipay Hong Kong， 好想買有我嘅優先訂票啦。今次嘅優先訂票咧，大家留意一樣嘢，你哋只可以買到雙數嘅票數，一套就有2張，2套就有4張，3套就有6張，如此類推。如果你哋想買1張或者3張咧，就必須要等到8月18日嘅公開發售先至買到啦。同埋今次咧，你哋就可以用到政府派俾你嘅電子消費券嚟到睇我嘅演唱會，係咪好正咧？不如講下個舞台啊！今次呢個舞台咧，我導演阿輝咧特別為我炮製咗一個好正嘅舞台，就係因為係4面台，同你哋嘅距離相會好近，應該係好好玩嘅。嘉賓名單方面咧，我今次直情係碌盡人情卡。除了有我的好好朋友上嚟同我一起 jam 歌之外，我早排在一個音樂比賽做評判，我認識到一班很年輕的又跳又唱的年輕的歌手，我亦都邀請了他哋上嚟同我一起玩，應該是很好玩。仲有一些好久冇見的朋友啦，今次好多謝 U2 啦，他哋解散之後首次會在我的舞台度重組啊。仲有每一晚都有特別嘉賓啊，咁特別嘉賓我先賣個關子，到時你哋一定會有驚喜嘅。咁大家睇下我呢張咁靚嘅 poster 咧，喺右上角咧，我哋今次好開心咧，亦都可以同方傳呢個防疫品牌合作。咁佢哋咧就將會喺我今次嘅音樂會台前幕後咧做足呢個消毒啊，亦都擺咗好多搓手液啊、口罩啊、空氣淨化機，所以係非常之安全嘅。總之記住買飛就得啦。